雨，打墙地板儿，打分上下，谁是那十雄九腹的？要饱还是你那家常的饭呢？要暖起见出不意，烟花柳巷那君莫我去呀，只曾招惹是结发的妻。你要是生了一个孝顺子子，你叫他往东嘛他不往西。你要是生了一个乌女子，你叫他打狗吧他去追鸡。哎，他有戏耶，他是孝子灵前垫了三杯酒哦，几件是那死后的前人就八九不吃，也是空着手玩来，哎，空着手玩去，哎，只剩下那万贯家财那把的，趁着胸前你有口气儿在，你吃点喝点玩点乐点七点的修点好为点人，唱段大鼓听段相声都是赚了的，谢谢各位。告诉你，这小朋友还真是有教过的，对呀，还教人为善呢，他是啊，你看他还来一个正面的段子，对呀，下次你要来一个可爱一点的内容，是吧？好，干笑了三声，尴尬。别走开，嗨翻天的空气吉他下段登场喽！疯狂了 ！Oh my god！ 我准备听笑话了。台大护研所美女让总统随护也疯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空气吉他之王 ，Let's go！ 好抒情。如果还会说话，如果还有明天，哎呦！他有是个乐团呢，好呀，超傻，呜。有收彩呢，哎呦，那些比赛手手较注意，好陶醉哦！哎呀，天哪！好嗨哦 ！Oh my god！ 好年轻的表演，好嗨的哦！哦，下腰弹吉他。喂，我在配唱啊，鸡排饭，哎，加个蛋了啊，来。周董哎，恭喜！
同学，压力不要那么大吧，同学。压力怎么搞那么大嘞？好放松的表演哦！我跟你讲哦，他们这个几个同学还很会念书才可怕。真的假的？哪一个学校的介绍一下？来来来，什么学校的？哪一个学校？台大国企。啊！台大，各位又读书又会玩。你们这几个都同学吗？有学长，有学弟，都是台大的。好酷哦！哎呦，天哪，真的很酷，很厉害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还扮成克劳沙有没有？对啊 ，Rocker 哎。听说这个是你们学校实验服的。高中的实验服。建中的。所以你们玩这个，这一天跟妈妈借的嘛，对啊。妈妈，你把它弄白白的，回去妈妈骂死。你敲麦克风。有摇滚精神。他们这个算是一种发泄。对，一种态度。来来，我们请那个专业的医师来解释一下这种情况。那沈医师，请问一下，他这种状况是属于一般哦？这种症状啊，还真的讲解。对，真的，因为已经到了接近可以那个住进龙发堂的程度。那观众朋友如果有他们这种状况啊，请打0800000092。其实这样蛮好的啊，有一个健康的发泄管道。我刚刚因为我看林恩笑得很开心嘛，因为他刚表演得很嗨，对啊，我就突然听到啪一声，我想说是什么怪声音，结果林恩的功能性内衣松了。真这样子注意这个？那好可怜，人家那个撑得那么老。我们去看看他们住的地方比较偏僻，因为没有什么邻居。哈，我在吓跑。谁敢跟他们住隔壁啊？真的，连帽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状况。来来，四个爱念书的台大高材生，因为想得到免费手机，便组团参加空气吉他大赛。每天靠着观看偶像 CD 弟的表演影片，来训练自己弹吉他的神韵以及技巧。在这位 TT 大叔的引领之下，唤起了他们对空气吉他的狂爱，完美的诠释了一场超假嗨真摇滚的表演。如果还会说话，如果还有明天，这场独具创意的震撼演出也让他们顺利赢得了冠军与奖品。四位可爱的重金摇滚双面人，我们期待在世界舞台与你见面哦。神不可貌相，是不可斗量的。是的，有没有看到今天我们介绍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能够美丽跟智慧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这种人有吗？有，但是很少，而且不多。今天被我们找来了，很少跟不多是一样。是没错。哎，你敢追这种的吗？会不会觉得很难聊？不行，他那一种叫三高美女，有没有？财力高，财力高，有没有智慧高？智慧高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学历高。好，两高美女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今天来的三位，他们都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台大硕士，研究生，各位。还有，来又是研究生又正。沈公玉林，你交往过最高学历的是什么？哎，还真不巧。我还曾经交往过台大的毕业生，真的有？哎呦，不合理！怎么可能？台大他有智慧，他怎么可能跟你在一起？台大中文系的哦，真不巧，是真的，这是我认识。那个林恩有交往过学历最高的是？有一些 A B C 吧。你们两位有互相交往吗？分手很怎么可能？变就变互相交往了。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能够会念书，同时又长得漂亮，真是不容易。今天就来了三枚了，要让这几位矿男一起来选择出来，到底谁才是最厉害的硕士之花传奇？工作难找，不如再念。根据统计，今年报考台大研究所的人数就有22860人，其中最难考的商学所录取率甚至只有2.7%，想考上绝对不是容易的事。除了努力念书，还是努力念书。但是，如果你以为念研究所的女生只是念书的书呆子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哟。演艺圈中就有许多美丽与智慧兼具的硕士女明星呢。气质美女张钧甯，美丽的外表下却有一颗不平凡的脑袋。中央大学产经所毕业的她，当初边拍戏还要边写论文，真的很辛苦呢。